群众吧，能够通过这些也了解我们中国西部文化的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，民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将奉献的这台演出，也反映了中国西部啊这个多民主的他们的一些文化的基本的特征。我们呢这台演出以魅力丝路啊为这个名称，也体现了呢它所反映的中国西部在以往的历史当中，它曾经是联系中外的一个重要的渠道。那么在这条渠道上各族人民他们所创造的这样一些优秀的，相信这些活动将有助于匈牙利公众民众近距离感知中国，了解中国，领悟中国。通过对中国西部文化感知，公众也将更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。镜在前，明在后，两国文化交流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底蕴，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。克武乔伊尼女士致辞。Nagy öröm számomra, hogy ma este itt lehetek ezen a fantasztikus estén, ezen a fantasztikus hangulatú és sok-sok izgalmat tartalmazó esten. Okay.
谢谢谢谢舞蹈演员们抛洒的精美的荷包。